款式先，颜色先来，颜色有白色，刚才我穿着白色、香槟色，还有我一个深色就是黑色 APQ25，因为像我刚才讲的，有很多顾客在找短裤，所以这一期我们会带进比较多短裤。先看它的款式先，它很啊，白色。白色 ，OK， 它左右两边呢、啊、都是整排这样子的纽扣的款式，然后旁边有这样子开一个小叉啊，左右两边旁边这样子开一个小叉，面料是西装布面料，有弹性的 ，OK， 可是面料它的腰是锁腰啊，拉伸不到，左右两边这个纽扣很特别就对了，前面拉链加这样子的扣子啊 ，OK， 前面拉链加扣子，然后呢这个厂家。它这样子的短裤69是非常的优惠价了，我是穿这 M，OK， 香槟色、白色、白色 off white 不是 pure white， 还有黑，ZPQ25价钱是69而已，有口袋装，后面给你看，后面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喜欢的话不要只是带走一个色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啊，这个是我自己自留款，我留了三个色。那时候新年的时候，我是穿这一个款式出去就对了。我去换香槟色给你们看先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一件短裤就对了。我会衬回刚才那个衬衫给你们看，然后待会我会介绍一个新的表啊。这个裤子啊，最大的 size 到 XL 啊，我需要穿 XL 啊，这个我先声明，因为它的 cutting 是比较小的，所以说平时如果你是 XL 或者是 L， 很抱歉了，这 cutting 是比较小。我穿的 XL 的腰是80，所以就是一点点啦，就是那个 2cm 啊，建议不会松啊，是不会有松的问题，因为它你看啊，因为它是锁腰啊，这款是它不能拉伸了，完全拉不到的，所以说多个 2cm 就是说一点点呢，就多的 allowance 吃饱了还就是说。吃饱了还有一点点的空间哈、啊，这一个，所以说如果你的 size 我一样啊，穿 XL 是 OK 的，不会有说哎穿上去大个码的关系，就是说会松之类是不会必要，只是一个 2cm， 加上裤头是完全拉伸不到哈、啊，所以说你的 size 我一样啊，这个是需要 XL 啊，我是穿的 XL 啊 ，OK， 两个深色，还有一个是黑色，就是两个浅色。是深的颜色，就是黑色啊，很喜欢这个这样子的款式哈，也可以直接对，可以直接带走三个色，因为这款是这个厂家69啊，是非常划算哈，可以用厂家的产品来的哈，这个然后价钱只需要69就可以带走了 ，OK， 还是说不想说，毕竟说香槟色跟白色都是浅色，可以选择带走黑。白或者黑跟香槟，数量这是补货的比较少啊，所以你们要在尽量直播下单哈。所以因为每次都 complain 说助理没有穿浅色，你看助理穿白色一样会显瘦，因为这个裁剪的关系。OK， 或是 ZPQ25这样。啊，都好了，你是香槟色 L 收了。你看他，你们看助理穿白色 L 赛，你们敢下吗？哎，很好看的，这 cos 不讲真的，很好看。OK， 中高腰啊，这件短裤是中高腰，我喜欢衬回这一件衬衫，待会有绑带的时候是非常好看的。我身上穿的是香槟色 ，OK， 款式ZPQ25。如果你穿了微松的话 ，in between the size， 你穿了微松，你可以绑带，因为它有绑带的耳朵，它特点就是在它这边旁边的纽扣和这边的小开叉。真的、啊，它这边呢，一共有多少粒纽扣啊？12粒纽扣，两边就24粒纽扣啊。白啊，如果你问我白和香槟色会透吗？基本上它厚度有在那边，可是还是那句话啦，你穿浅色的时候，你的内在美就不要穿鲜艳的颜色。对啦，穿回裸色系列恐慌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 白、黑和香槟装，对，这后面是这样子的。前面拉链加扣，然后有口袋 ，OK， 很斯文，很好看的一件短裤。你是白色还是要收了？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，然后待会我就要介绍表 ，OK。所以给那些常常说担心说穿白色漏 ，OK， 不会。来带走，然后配这个的快，哎，真的的快打飞。
搭这个摆这个摆饰啊，很干净的摆，再搭我身上这个 decor 的很好看。OK， 这两个色的配搭是非常非常好看，不知道怎么搭的。OK， 可以这样子啊，一套带走。OK， 上衣裤子这样子，就是说这个上衣 decor 然后搭这个摆饰的，这样子一套带走就解决了你一天去喊盖盖的那个打扮。但你不要穿高跟鞋了，平时你就穿布鞋，穿布鞋啊，这个 OK。要的话赶快哈，这个。哎，助理的还没有看嘞，看了更我没有看啦、啊，因为其实小助理准备错了给我 ，OK， 他是准备到L size 给我，所以这个 XL 是完全没有烫的哈，所以给那些常常问要不要烫衣服啊，你就可以看到区别了哈。烫了就更美 ，OK， 没有烫的话也是美，可是没有烫的美 ，OK， 来，我问了白色 ，OK， 所以你想要比较 outstanding 一点点的，就是比较 bright 一点点，你可以像助理这样配搭 turquoise blue 的上衣，比较 colorful 的上衣。你要想要比较干净的话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配搭白色，一样是配搭得到的。OK， 扣是 ZPQ 25，价钱只是69。基本上啊，这个厂家它的69啊是很便宜，它很少啊，很少，它都是89、79、上99、79、90是吗？是不是有？有。99109对吧，这个厂量，所以这个99真的有你塞静静的带走就好了。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吊带裤都要9989了啊，这个69非常划算啊，赶快啊，赶快。西装布面料香槟色、黑色还有白 ，OK， 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 belt， OK， 这条 belt 啊，全新的颜色啊，全新的款式啊 ，BT 259，价钱只是39。绑 belt 不是一定说因为裤子太松了，还是裙子太松了要绑嘛，要绑 belt 点缀 ，OK， 非常百搭，这个绑在裙子，绑在裤子一样衬得到。我穿整身白，这样子绑会比较容易配搭。来 ，belt 啊，这个。哦，妹妹，什么？妹妹，你等一下这个会少一截起的，会啊？ Okay. 哦，没有，没有。有。OK， Bell 的款式 BT 259，价钱是39啊，价钱是39。这条 Bell 的宽度大概是17mm 啊 ，OK， 就是1.5cm 粗一点点啊，17mm， 三个色加减啊，17mm 对，加减 ，OK， 加减 ，OK， 面料不它的那个质感就不用多说，因为我们的包我们都是自己精挑细选的就对了，很简单啊，这条包很容易选，颜色比较少，就三个色而已。我身上戴的是咖啡色，是完全没有啊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没有了，完全黑。我忘记了，中文黑应该是有吗？哎，你看我今天早上我问他的，啊，青色没有了，黑色 ，orange， 还有我身上的咖啡色 ，BT 259，价钱是39，它的八个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它宽度是比较宽，比起我们之前有一些是。一个 centimeter 还是1.5cm， 这个是17mm plus minus， SML 的顾客都绑得到，或者是 XL 的顾客都绑得到。For 那些 extra small 或者是 S 顾客，你要加洞的话，你必须要通知我们啊，我们才会帮你打额外打洞哦。OK， 三个色 ，orange、黑还有咖啡色。咖啡色和黑色是比较经典 ，Bell 的比较经典的颜色。它的 bugger 就是这样子哑色的，这样子三角形的。OK， 穿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套进去，然后呢，多出来的就可以躲在里面啊 ，extra 的躲在里面。像之前讲的，我们家的 Bell 啊，好处就是quality有在那边。你看啊，你这样扭转啊，它是不会裂的。有些啊。你这样子转多几次，把因为你穿 belt 啊，你上厕所的时候你要开一次，然后啊，对的，一再套回去。一天上十次哎，你要开有十次，然后你要带屎尿，你要带回去十次。因为真的有一些 quality， 你可能在外面看到有类似的，可是它的 quality 啊，它那个皮质感啊，没有我们家的这么好。这个我先跟你讲，我们用大牌子来，很大品牌我们比较过了，我们家的比它的更。因为他的邻居叫他帮忙打洞，然后他拿来的时候，
啊，那个 staff 看了，我的朋友那 staff 看了他讲，哇，这个 belt 要这样贵啊，这个可是跟我这个39的比哦，对，啊，我这个不会输给他。因为讲真的，这种 quality 外面买上位数是跑不掉它。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价钱？一，我们是大批进货，对了，加上是我们特定才有吧 ，OK。所以说买我们家的腰带，放心下单，全部包色。因为什么？你就算你包色带完三件，外面可能你只可以买到一件啊，一条分钟是不够的哈，因为真的这种外面买199。或者是199 offer 的来99啊，我试过了199 offer 的来，对了，就是58现在来99，我买不下手，因为quality太差了。这个敢敢啊，三个色带走吧。你要不要特别的颜色，比较那一种classic 的颜色，是一个 orange 色，真的，这个 orange 色，你穿白色的时候，还是你穿黑色的裤子，整身黑，你配搭 orange 色是非常好看。因为如果你穿整身黑的话，我就建议你不要绑黑色，为什么呢？它没有什么 outstanding。你要不要特殊的话，你就绑这样子 orange 色 ，OK？ 哎，你的黑色收了，就像我现在这样子整身白啊，我配一个 orange 色的是非常好看的。对啊，上个已经过了。BT259价钱是39，记得，所以 for 那些小 size 啊 ，extra small 或者是 S 顾客，你买了这条 belt 你要加动的话，你是必须另外通知我们你要加动，那么我就会帮你加动。如果你没有叫我们加动，我是不会加给你的。因为有些人，哎，为什么你把我的 belt 打到这么多洞 ？OK， 我身上是带着的是 orange 色，我绑回黑色给你们看。想要容易配搭的话，经典色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黑色。OK， 我已经分享资料去你的 inbox 来检查你的 inbox。所以讲 belt 啊，不是因为裤子松才要绑，有的时候是绑，你看没有绑和有绑啊是差很远的 啊，是有区别的啊。对啊，只不过是带回绑嘛哈，就是说它比较有层次感。对 ，OK， 然后没有绑的话，就是好像很 plain 那样子直直。点缀 ，OK， 你看点缀。所以大家不要绑，就觉得哎，对了，好像没有那个层次感在那边。绑了的话，比较什么？肯定是的，有型，只是加了一个40块不到，所以说对建议你们如果没有买过我们家腰带的 ，OK， 可以买一条回去试了，你就会倒回来了哈。有绑和没有绑啊是有分别的 ，OK， 我是这样子简单。如果你不要这么 outstanding 的话，你就简单一点，容易配搭，你就绑回黑色。可是你想要比较特殊一点的，你就像我刚才这样子绑这个 orange 色 ，OK。基本上就像刚才助理讲的，哎，三条买，有三个色买回去也不会错，就对，除了青色没有其他的。OK， 你三个色买回去都不会错，所以你绑起来是有不同的，黑和 orange 色绑起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咖啡色就是比较 classic， 另外一个比较 classic 的颜色，就看你们自己怎么配的。还是你绑黑色，你穿黑色的裤子的时候，你可以带走这个咖啡色。OK， 可是 BT259 价钱只是39而已啊。这个皮质的面料，虽然我们不能，我厂家是跟我们讲是。有一点带一点点，它是 mixed leather 啊，对， okay， 可是毕竟这个价钱，你跟我讲 leather 我也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可是我们的这个 quality 真的是很好的，有买过的都懂啊。orange 黑还有咖啡色 ，BT259 价钱只是39，它的宽度大概是17个 mm，OK， 17个 mm。腰的话一样，那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，因为数量很有限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是另外一个比较 oversize 的 basic T， 这个 basic T 啊，配你的腰带啊，三个色收了，比较大件版的，很多顾客都很喜欢哦。就像我们上一期那个 oversize 的。我登记很多人包色，而且买四个色最少啊，我应该算得到最少有10个顾客、啊、买两个色，对吗？对，最少啊有10个顾客是买两个色，还不要算那些买4个色的顾客、啊，因为我自己我妈妈都收了4个色，对，因为外面很难找这样子的上衣，最少是那个价钱，然后就是这一种面料，配这一种非常舒服的面料。现在款式是 free size 啊，那么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款式是 SML 啊 XL 都穿得到啊，因为它的上围可以到 106， OK，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款式 XL 啊，你是穿得到的哈。因为刚才那个款呢，只是到 N。对的，现在 XL 可以啊 ，XL 可以，就说给刚才买不到我身上这个款式的 ，OK， 你们可以带走带回我们介绍接下来这个款式哈。